现在我们排到了麦田怪圈，麦田怪圈。那我现在看到一些人蹲在那个农田里啊，听他的背脊好大好大，他们看不见，还在耕种呢，还在那个麦田里边啊。在锄头呢，背脊就在他们身上，天上就在他们头上转呢。他们还在锄头呢，背脊就在他们头顶上转呢。他们还在锄头呢。最离谱的是什么事情呢？这叫离谱。最离谱的什么事情呢？他们在埋头在那个甚至那个里边的那个杂草什么之类的时候，抬头看一个图像就在他们眼前了。这个图像怎么来的呢？原来那个飞碟就在他们头顶上。飞碟怎么飞？他想怎么飞，下面出现的图像就什么样的。他就在那个头顶上转呢，但他们的眼睛看不见。那个空间来的那个飞碟啊，他们看不见，所以啊，往往他们的那个图案已经做好了，他孙悟空回去了，他走之前还没发现这个事情，实际上也经常啊，他还没收工的时候已经图画好了，回家了睡了一觉，第二天要去干活之前先瞭望一下了，谁呀？震惊了。怎么一个图案在那边呢？实际上这个图案在什么时候？他在昨天下午3:50的时候，他还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这个图案已经做好了。哦，原来那背脊上的外星人干的，他们来干嘛的？future， 他们来告诉你的未来。这个图案一般来说都是来告诉你的未来，很少都告诉你的过去啊，很多啊都是来告诉你未来要发生什么事啊。比如说2010年以后会发生大海啸，所以啊，飞碟啊画了一个图案呢、啊、画了一个圆圈呢、啊、后面尾巴很长啊，甩出去啊，那是大浪啊，不是海啸要来了，大海啸要来了。所以啊，2010年的时候，他们画了一个图像啊，就这样的，像龙卷风一样的东西啊，然后一个大尾巴甩出去啊。这图像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大海啸来了，如果一个图像当中啊，有一个方块的，这个是大楼，这个仓库，大楼仓库啊，这个表示大楼啊。画这个图像的时候呢，表示大地震要来了，记好了。这个图像啊，尾巴甩出去了，表示大海啸要来了。这个图案当中啊，有一个方格的，中间有方格的，表示大地震要来了。这个方格表示的是仓口啊，楼高的仓口啊，表示一个大楼在那边，表示危险了，要大地震来了。好、哦，假如说他画的图案当中啊，有一个水滴形状的，表示啊，很快发生干旱了。这接下来几年当中发生干旱了，所以啊，外星人来到地球画了一些图案给你们看啊，告诉你的未来啊，将发生什么事情啊。可惜人类啊，就是看不懂，一次也没看懂过，很郁闷的、啊，一次也没看懂过。哦，另外，刚才是大尾巴的，那个是表示海啸。如果说他的那个画的那个图案嘛，很散的，很散的，一点点好多一点点的话，表示啊
沙尘暴也来了，沙尘暴来了。去年呢、啊，去年出现了好多那个麦田怪圈呢，就是 ED 地方上的，所以啊，告诉大家沙尘暴要来了，沙尘暴要来了，沙尘暴要来了。那麦田人为什么他要跑来告诉你们这些呢？因为地球啊，只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只是地球的一部分。所以呢，有的时候其他星球上要做一些试验的时候，会影响地球，在那个会影响地球。所以外星人啊，就跑到地球上来，以前告诉你们，我们那边要做什么一个试验，或者干一个什么大的工程，对你们地球啊，要发生一点影响。所以呢，我们来提前先通报一下子啊。所以啊，那叫告示板，告示啊，这块地啊，就像告示板一样的，就通知你们要发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们要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在地上画了个圆圈，让你们去来明白。哎，可惜了，他们一切没看明白。科学了人类啊，一切没看明白。好，外星球上也搞核试验了，外星球上也搞核试验了。但是外星人呢、啊，搞核试验的时候，已经比人类不知进步了多少倍啊，不知比人类进步了是千倍万倍啊。但是核能呐、啊，毕竟还是核能，都会对外星球造成影响。所以呢，他们外星人呢会提前向地球上通报，我们那边要搞核试验，要核试验搞核爆炸。虽然他们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但是啊，也可能发生就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人家说万无一失，万无一失，万一失了呢？所以他提前通知地球上的人，来告诉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们要搞核试验的时候呢，他会画一个这么一个图案，一个箭头一样的，就像火箭一样的东西啊。好，告诉你这个就表示外星球上搞核试验，外星球上搞核试验，外星球上搞核试验。这个外星球上搞核试验，同地球不一样，他们的技术很先进，很先进的，但还是不能排除对外星球的影响。所以啊，他会画下来，会画个图案的，这边尾巴大一点，这边小一点。哎，我画给你看啊，这个图案呢、啊，这个图案呢、啊，如果在这众多的图案当中啊，出现这么一个符号的话，对，这条尖的，一条有尾巴。如果是出现这个图案的话。如果出现这样的图案的话，表示外星人上要搞核试验，外星球上要搞核试验。对，外星球要搞核试验。如果外星球要搞核试验的时候，这个很重要，通知地球人啊，就是我们搞核试验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搞核试验。为什么？它发生共振。如果一旦发生共振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爆炸。最容易发生爆炸，所以他们搞核试验的时候，你们地球千万不要搞核试验。他们外星人在搞核试验的时候，你们地球人呢，千万不要搞核试验。如果同时发生搞核试验的话，如果发生共振的话，把整个宇宙啊都炸坏了。这是怕万一啊，发生共振呐。所以啊。如果在那个麦田怪圈的时候发现这样的符号的话，千万地球上不能搞核试验呐。所以啊，人类好愚蠢啊！人类搞核试验的时候都偷偷摸摸搞的，不会向世界上通告的。外星人呐、啊，他们搞核试验都向外星球上来通告的，都提前向外星球来通告的，包括向人类来通告啊。所以啊。在地球上面的人啊，好愚蠢啊，偷偷摸摸搞核试验，特别是搞核试验的时候，如果这边也在搞核试验，那边也在搞核试验，两边同时爆炸的话，发生产生共振的话，有可能一震的话，地球都震碎掉了。
有可能把那个地层地球啊都给震碎掉啊，有可能把那个地球啊都给震碎掉啊。哎呀，那个外星人呢，一次一次跑到那个地球上来通告啊。但地球人呢，我行我素啊，我行我素啊，地球人简直是像聋子和瞎子一样的，像聋子和瞎子一样的，从来没理会过人家。你说是聋子和瞎子吧，也不像，人家还搞这个粪金号，一个什么东西啊，还粪金号像推到宇宙当中，其他星球上去推，先去推。你说推到外星球上去，表示他们也知道外星球的存在。那么为什么对外星球的那个传给地球的信息无动于动呢？为什么对外星球的信息无动于衷呢？你这完全不懂啊，就不应该发射这个粪金号发射出去。你这懂吗？为什么我们画了那么多图案在那边他们没反应呢？画了那么多图案在那边没反应的，没反应的。好，外星人又跑来画了一个大图啊，很大的一个图啊，哦，很大一个图啊，这个是三体的，比原来那个尖的多了一个尖的。又接到了一个，是外星球上搞核试验的，是外星球上搞核试验，能量比原来大，所以呢，它多了一个图啊，有这样的图案啊，就是有这样的图案，多了一些的图案啊，又送到地球上来了，运送了到地球上来了，所以啊。第一次外星人呢、啊、他们搞核试验的时候很谨慎的，因为每次送消息过来的时候看到那地球上没反应，所以啊他们不一直没干过核试验的，就担心那个他们发一个核试验的时候地球上同时也搞核试验把地球给炸了，而且一直听着金三胖随时可能要搞那个核试验的，毕竟说呢一直说那个金三胖随时搞核试验的，那个外星人搞明白他到底什么时候搞核试验呢，什么时候结婚呢，所以啊你搞不定他什么时候搞核试验呢，所以害得那外星人都不敢搞核试验了，因为就怕那个就怕他这边一搞核试验，外星人核试验发生共振的时候把这个宇宙都震坏了，把整个宇宙都震坏了，不要以为空这个星球和这个星球之间是空的，不是空的，这里边也是物质啊，这重力也是物质啊，只是地球的康比而已。就像那个田地里边呢、啊，两块树之间呢还是土壤，所以啊，外星球、星球和星球之间不是空的，那叫土壤。星球和星球之间不是空的，那叫土壤。就像两块树之间，两块树之间不是没东西啊，是个土壤，是土壤。所以啊，地球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呢、啊，一直忽视了这里边空间那块土壤啊，丢了好多垃圾啊，丢了好多垃圾在这里啊，那个垃圾叫太空垃圾啊，丢了好多太空垃圾在里面啊，所以啊，外星人一直在帮地球擦屁股啊，他们丢掉的那些垃圾啊，要不定期的那些外星人啊，要把那个太空当中的那个太空垃圾把它捡掉，把太空垃圾捡掉，所以啊。他很恼火，跑到地球上来又画了个图啊，画了个叉叉，表示你们不要再扔那个垃圾了，画了个大叉叉，你们不要再扔太空里的垃圾了，你不要扔那个太空里的垃圾了，把我们土壤当中种满了垃圾，我们以后怎么种地啊？你看那种满了垃圾啊，你怎么种地啊？扔满了垃圾啊，怎么给我们种地啊？扔个垃圾怎么跟我们种地啊？啊，这些外星人呢、啊？他们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怎么联系的？是通过意念来沟通的，通过意念来沟通的。所以啊，那经常发生个核试验的时候，他们外星人一直收到那个经常发说要搞核试验的，一直收到那个经常发说要核试验有这么一个意念呢。所以他有这样的意念发出去以后，外星人就收到了。这个意念发出去以后，就外星人就收到了。当今世界上，有最强的愿望想搞核试验的，就是金三胖了。最强的愿望搞核试验的，就是那个金三胖了。
虽然外星人发现啊，电饭煲手上暂时没有那个核武器啊，没有核武器啊，没有什么可以要试的，但因为他的意念从来没断过，因为他的意念从来没断过，意念没断的话，他随时可能把那个搞出来呀、啊，他随时可能把它搞出来呀、啊，所以啊，把外星人搞得很紧张啊，把那个外星人可能搞得很多年都没有搞核试验了。因为那个金山盘的意念从来没断过，金山盘搞也搞了核试验的意念从来没断过，金山盘搞核试验的意念从来没断过，金山盘想搞核试验的意念从来没断过，所以外星球上升到地球人要搞核试验的意念从来没断过，所以。所以外星人呢，最近几年一直没搞核试验，一直没搞核试验。金山盘想搞核试验的意念从来没断过，所以啊，害得那个外星人呢、啊，搞核试验呢、啊，这个决心呢，总是下不了，怕发生两边共振呐、啊，现在外星人认为啊。地球上最彪悍的，在哪里啊？是在朝鲜。他这个想搞核试验的意愿太强烈了，不管他做与没做，那个意念已经传播了整个宇宙啊！这个意念已经传播了整个宇宙啊！金山胖小高想搞核试验这样的决心呢、啊，已经传遍了整个世界了，整个宇宙了，但是外星人遵循一条规则，不会动用武器啊。所以啊，外星人没有准备把那个金山盘干掉，但是也希望地球人联合起来要抵制那个金山盘搞核试验，哪怕他只是有这样的意念，也要把它消灭掉。要把它尽力消灭掉，哪怕只是一个意念，也尽量把它消灭掉。为什么？他这个搞核试验的意念太强了，强到整个宇宙都能收到，所以啊，这件事啊，不能等闲视之啊，一定要尽快下决定，一定要地球尽快下决定。把这个意念彻底消除掉，要把这样的想搞核试验的意念彻底消除掉，也包括想发展核能这样的意念也要彻底消除掉，想发展核能这样的意念一定要全部消除掉。人类，尤其是人类还没掌握核技术，所以啊，这边核试验一爆炸，连太阳都受了影响。为什么？因为共振嘛，太阳就是一个大的核能，太阳就是一个人造的核能，太阳就是一个人造的核能，太阳原来是不存在的，是外星人建造的一个核能站，是供我们银河系共同使用的。是我们银河系共同使用的一个核电站，你不要研究的那个地下搞试验的时候，不要研究的那个太阳，你把那个太阳都炸掉的话，麻烦大了。你发生共振的时候，很有可能把那个太阳搞坏了。这是我们那个在银河系建造的一个人工的一个核电站呢、啊。你不要在地球上搞试验的时候把我这个太阳搞坏了。人家地球上还天真的说那个发现太阳黑子。那个太阳黑子啊，就是地球人到核试验的时候迎接了地球啊，迎接了太阳，太阳才产生了什么？那个叫黑子啊。实际上就是因为人类搞了核试验以后迎接了太阳，才发现了太阳发生了变化。那个太阳发生变化就是啊，地球上搞核试验引起的，
什么太阳风暴、太阳风暴，都是地球人自己干的事情啊。所以啊，外星人又来了，在你们地球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呢，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呢。这个大大的圆圈什么意思啊？大大的圆圈不是太阳的意思啊？你们不要把这个太阳给搞坏了，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太阳给搞坏了。也就是说，你们人类不要再搞核试验了。你搞核试验的话，把我们这个大的核电厂搞坏了。太阳就是外星人建造了一个大的核能发电站。如果无知的人类啊，继续搞核试验的话，有可能把太阳搞坏了，有可能把太阳搞坏了。所以啊，现在太阳的活动啊，很没有规律啊。所以太阳的活动很没规律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太阳是天生的，不要认为这个太阳是天生的，这是外星球建造的银河系的一个核能发电站，建造的一个核能发电站。核能发电站，这是啊，外星人在银河系里面建造的一个核能发电站。我们大家都靠这个太阳啊，发射了能量。我们银河系都在使用啊，你地球人在搞这个实验的话，你把这个太阳搞坏的吧？大大歇菜了，大大歇菜了。虽然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的外星人从来不使用武器啊，但是。到了临界点以后啊，我们会跑到地球上把这个地球的人类把它消灭掉。不把地球人消灭掉的话，我们这个银河系都毁灭掉了。所以啊，我们一再警告啊，一在地球上呢画那个圆圈呢，可是太阳啊，你不能再搞核试验了。你再搞核试验的话，就会把这个太阳啊，把这个太阳给破坏了。你把太阳这个破坏了，你把我整个银河系都搞坏了。你会把我的整个银河系统搞坏了，所以啊，你会把我们的整个银河系统搞坏了。所以啊，太阳中间画了好多小圈圈呢，画了好多小圈圈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尾巴甩出去啊，这什么意思啊？这表示你们如果搞核试验的话，会把太阳搞坏的。那么你会把整个银河系啊破坏掉了，明白了吧？说这个刚才那幅画，麦田怪圈那幅画的意思啊，就是啊，人类不能再搞核试验了，不然的话会把太阳破坏了，影响到整个银河系，知道吧？今天告诉你这个信息，你再消化消化，过几天。我再告诉你第二题，过几天我再告诉你第二题，先把这个信息引到脑子里面，先再见了啊。